来来来，冷的就是一种过来，你们就把这一个，在这小鸡烧，你们快点一个一起来。还白送一个题材，他们是不知道怎么烧的，我今天让我过来把住。老板，你让这花冻好，你们要过来啊？敢问那现在回去拿炉子，这个羊腿，这个鸡翅，三个四，就得烤。有，你看那个小子，这两天的功夫长那么多，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啊？本地的。 黑猪，紫竹，稀里哗啦的全带上，要不然真不一定烤得熟。我干嘛不再买一箱了？等一会儿拿这个东西去炉顶，这底下这个味儿太大。 老杨皮这个东西其实再简单多了，因为它就是现腌的，所以它得分开。好了，加水冲洗，然后呢放料腌制，咱们调个糊糊，成品撒料腌料。 然后再搞点面粉，然后成糊，然后加个鸡蛋，再加一点水，直接搅拌，够不够糊？羊排有点厚，真糟糕。缺个辣椒的红色，如果允许放辣椒，哎呀，都会很好看。这个小腿啊，也不放多。 这个步骤一定要在酒店里面进行。这个应该。铁三十四个楼顶太热了，咱还是再留下口。满街飘香，馋哭隔壁小孩，标签上。 十点半，哇，好香啊！看这里面那个水的汁儿，我感觉应该还得熬个至少半个小时，腿应该好。再拉个两个，再丢进去，继续烤。现在一点二三，再去开吃，我再看烤。 这是最平淡的一天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皮，赶紧端进去，带皮要没。小白，烫，烫，烫。 这样衣服来很油。什么去？你让烤箱马上烤。 干啥嘞？做啥好吃的？凉皮，不过咱不是吃的吃，明儿个再吃。放点醋，给个刀。你看这凉皮，来点油，抹点实验那个底味儿，其实还给弄点辣油味儿。 不行，你别拍了吧，给那个啥，带着我拿吧。再泡个豆子，你跑了，别晃了。
还得陪着我，也是陪着我，别陪了你，完了。你在玩啥呀？好像要弄，要弄。哎呀，画个圈儿，就玩那大，玩这扯不得了。哎，这得玩到谁啊？哎，你玩个洞，它不透风呀。是不透风呀？不通气呀。那这样子咋弄的？先挖，先挖再说。你那边烧了烧了灭了。不会的。想走你咋不挖了？这个我发现深楼还不好挖，洞小。要挖深楼，它那个里边没空气，它烧不着，不灭了吗？要不然，弄转过来离上来，你要就挖那高。哎，乖。另外留个口，烧火口。这样一弄，以后烤东西还把它烤来。就是一个新的锅，新的厨具。你那离得跟碉堡一样。呵呵呵，和那泥巴把它糊了就行了。这玩意儿就跟和面一样，我得洗糊里。这样得给它每个坑都给它糊了糊严，让它省得漏气。碉堡糊的不赖呀，可以，越来越像了。好，媳妇儿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嫂。今天完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品，一个坑，就是烤羊腿的坑。今天咱们呢，吃一顿好的，烤羊腿。因为主要冬天和泥巴有多受罪，弄一个小洞里。哪里好吃的？给你点羊肉，你能和个泥巴，你不介意吧？不干，不净吃了没病。洗的。三斤一两的一个，买点肉这个水分啊，这时间放的有点，酱里边太糙了。辣椒粉，这个辣椒粉不辣啊，少量。全放完。羊肉吃的就是孜然味儿，这些调料用啤酒给它腌搅拌。我去，那磨啥的哟？磨啥的？一会儿你吃的香得很嘞。想想都行。我现在已经能想到这个羊腿出锅的画面了。这口水别流上面了。我感觉你吃了没用。生活第一次烧这个坑，把这个也放进去。那火知道吗？你都开始放那猪肝。能装能装，快来吧。我这活，这活漂亮吗？野火燎原呀，这是！你这又吓我一跳，这烧到这里就完蛋了。你要把你碰烧了嘞！哎，让小伙慢慢烧，烧着咱又下炭，快，烫真快！我这个火烧的慢，看上去。你现在能放？这里边还点明火，等明火灭了才能放。要么我搅吧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了。放。连锅盖子给它一盖，这个洞口，哎，也得给它堵了。咱们就这么的，我看别人那都是就这样弄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这个给它洗洗。都快十二点了，你那烤好吗？就好就好，再等十分钟，最后十分钟，不还有十分钟了吗？准点出锅，过来闻闻这个香气。不用到搁这闻，离多远都闻着了。时辰一到，开锅。哎，还有火呀！哎呦，这转好烫呀！转烫手。金灿灿的吗？好看哈。下面脚是脚的点，但是下面脚是应该的。这个层次还是可以了，
这个焦的肯定是不能吃的，咱一会儿就不吃了。我就说收了吧，能力就还不收了，亏了。这鲜。嗯，有一点鲜。还鲜吗？我就怕它不鲜了。有点费力。哇，哎，审判，你给我审判，我好审判。把这个羊腿表层稍微咸了一点，可是我没放多少盐呀、啊，昨天。盐叶哦，盐昨天腌了一夜入味儿。哇，这边烤的全部都是肥的。不过羊肉肥一点的下饭。你看昨天还怎么没肥的，这不睡了吗？你看这个外面稍微有一点的焦，但是这个里面很嫩的，很好吃的。这个蒜香羊肉啊，真的是堪称美食一绝。我来给它涮涮。这个肥的还挺多，呜呜呜呜呜，真棒！这个肥的好多哎，不过咱没肥的。然后把这个呢再放进去，让它加热，把焦那个切下来。然后再放进去烤，而外皮了，一会儿它又会焦了，是不是这么个嘞？哦，这个焦很辣，不行嘞，这一块剩碳了，不能吃。这个坑再挖深一点的话就好了，又或者这个土再垒高一点。后面有可能的话，把它调整一下。你看这大膀子猫，哇！好，我们上面。没想到烤的还行，还算可以。啊，不行。这配置不太硬，然后干饭十九，再冷的天才是搭配。这个天气啊，喝这个啤酒，吃这个烤羊腿，别是一番滋味儿。多亏有这个火坑，屌包啊，屌包，才会显得这顿饭。不是那么冷，真是可以说是非常暖和了。那猫闻到香味儿过来，喵！我估计你也吃差不多了。哇，过瘾啊！来口，来口。哎，那紧。牙口饱，人就牙口饱。完美。好好好，加油！羊腿，
呀，大树，好的很。现在这个情况挺搞笑的，我呢把自己关在这个小院里已经一个多星期了，现在整个我们村啊半拉人都阳了，我以为自己不会阳，没想到昨天发烧38度多，别人阳总有各种负面的状态，我呢就感觉胃口大开，想吃点好的，这不早上和村里边人感激给我带了个羊腿，我家怎么能算，总感觉阳了，慰藉一下自己，吃一顿好的，将近小5斤的羊腿，先把它给肉锅清洗一下。咱们今天呢做这个清水羊腿，毕竟现在这个鼻塞啊流鼻涕，搞点羊汤啊还有花椒什么的，吃的通气儿，肉呢配蒜吃，吃的也过瘾，然后把它给改一下花刀。其实说起来真的挺搞笑的，没得之前呢很多人都有一个毛病啊，嘴硬，结果得了之后之前嘴有多硬就有多大脸。先给它焯水，你看那个肥油多多啊，一会儿焯水把它都给焯出来，葱姜料酒啊，哦对了，口罩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你像我在家现在一个人我都戴着，就要养成习惯，要不然出去老是怕容易忘掉。好了，别炖太久啊，这个油水也不能跑光了啊，接下来开始换汤加油，开始炒料了。这个料呢咱还是用到了就是自己制的这个小料，里面有干辣椒花椒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东西，可以买成品炖料包炖羊的那种就可以。这个炒好之后，然后直接加水多加一点，最后还有整扇羊腿加进去，大火烧开半个小时，然后转小火再半个小时，咱就可以吃肉喝汤了。修修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却未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心想，近距离的渴望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好了，锅开了，加调料，食盐，味精，来一点，继续炖。这个一会儿撕起来吃，肯定相当过瘾。大羊腿，羊汤，撒点香菜。这样大一个羊腿，还有这么一盘蒜，再来一碗羊汤。哎呦，忍不住啊！怎么不辣？还有一点苦啊！看来是味觉被攻陷了，这样吃起来就不那么过瘾了。瞬间不香了，不过啊虽然苦啊，但是口感还是有的，应该是肉的口感，侥幸啊。算你吃吧，
超级烤羊腿，还翻车我，你看这。你这其实是啥馆子？你吃那个。看看，就是搁那边的。你别看我天天在这院里边瞎忙，其实忙的都有用的东西。哎，老弟，你来我这边吃过啥硬菜吗？地瓜鱼可算。嗯。那就是。一会儿给那个硬。好了，开刀。整个大羊腿，来我这边，不论是剥毛又或者是玩，高低咱得给他整一个大羊腿。这是挺大的，俺哥吃过没有？好像没有，今天多充你一顿，算是工作餐、家餐。咱今天给你做个烤羊腿，甚至呢都不需要什么腌，只要羊腿，手洗下去，食盐、孜然粉，最后浇这个明油，然后揉搓，腌个一个小时。羊前腿生腌就可以了，不过肉再厚一点的，必须得用料腌了，提前煮料。哎哥，我昨天看你视频里边不这样腌的吗？可能是后腿。哎呦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好吃就行了。那边呢腌的羊腿，咱这边呢，把你嫂子交给咱三个任务都给完成了，三盆草今天全部都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当年你嫂子给华医师就差了一个证。漂亮，这个羊腿啊，中间那个骨节咬断，因为它那个吊炉不深了，炉子直接快进去。哇，这个肉香你闻到了没有啊？没有，我感觉你要反射了。你视频反射比例搞得很好。你看，这能翻车吗？这，这要是翻车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他吃完，一个人吃完。看那个油，我跟你讲，烤肉这种东西，只要它腌的好吃，它烤熟，它就绝对很好吃。那个塞，哎呦，好烫手！超级烤羊腿，还翻车不？你看这，还翻车不？哦，烫手！哇，烤羊腿的呀！哇呀，赶紧赶紧搬个小板凳，来的真是时候。我感觉他还是闻到，哦，不对，没有监控，他能看得到，他是看着监控过来的。哎呀，算了啊，你不吃算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搞起来搞起来。哎哎，哎呀，赶紧，翻车没有啊？没有。没翻车啊？嗯，好吃啊？你。死到嘴里，它是真的，看到了不一定是真的。我虽然做过很多美食，但是翻车的真的不多，味道方面。傻子，别理他，带点粉的，它是最好吃的。哇，鲜红鲜红，哦，腌的好才是真的好。咱用广告词儿。哎呀。我再摆算吧，我喜欢吧。哇，越出越上头。烤羊腿最好吃的还是带皮，我有皮烤羊腿。羊汤面好吃吧？你也赶紧吃。大面好吃。面条也好吃。啊！哎呀，人一个啊！你来这个扇子骨，你来这个大大。
你叫杨长生？是的呀。你请起来干啥去了？没事，那你在啥？不止吧，我给你提个醒，200块钱。现在结婚了，你从哪买的？搁你这儿，今天没事骑了半个小时，赶回去买个狗不是？就是因为你昨天说想找到我，这两块钱找到了吧？后来给他补上哈，别让别人发现了。那你给别人上门客去吧，马上就去火锅。美的吧？肥羊只要发现压岁钱不少，应该就不会换位。咱家自种的时候还是方便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嫂。自从封镇到现在，好久没吃火锅了。今天买了一个5斤的羊腿，咱们今天吃个羊腿火加加馋。你是不知道，现在这个情况能买这个羊腿真的是走大运。我们镇那个街道是封着的，进不去。站点呢又没有羊肉卖，所以我大早上起来骑着电瓶去隔壁大集买的。这一只5斤，今天做个纯羊腿火锅还是绰绰有余的。这个吃火锅啊，最重要的是片羊肉，这个正好是冷藏的，方便片。片下来的这个腿骨啊，正好做高汤，很对味啊。先切。就这样切，逆着这个纹理，看见没？好的羊肉不掉刀，好羊肉。不是羊腿就切这么少吗？不少了呀，这是纯羊片，这是羊腿肚的。就是碎肉，这个是带肥油的，一共4盆，锅里边还有那个羊腿骨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肉。这个肉都已经处理好了，咱现在处理火锅汤，准备点葱姜蒜，然后香叶、辣椒，2颗八角，1颗就可以了。花椒在里。这个要大的调料就这么多，这是其中一个红汤，还有一个做反切锅，还有一个红汤。锅里加油，多来点油热润个锅，爆香润些调料，油油底料来一个，又香。这边呢，高汤加进去，再来一勺，勺一勺食盐，2勺3勺行，鸡精也来一点。那现在这锅红汤就做好了，红汤进锅，第一锅红汤，第二锅红汤少加点番茄，羊汤，这个不是太红了，如果想吃红一点的，把番茄炒成酱，再加汤。依然是食盐、生抽、鸡精。第二锅红汤，这样呢，一个家庭版的非常简单的一顿火锅就做好了。家庭羊腿火锅，现切羊腿肉、羊腿肉、羊腿嘎、羊腿油，这种情况还能吃上这么一顿火锅，老爽了。差点忘了大棒骨了，红肠来一个，刺红肠来一个。这里晚上溜着凉拌羊肉不挺好的吗？走。这边搞点芝麻酱、辣椒油、蒜末，这里还有香菜什么的，条件有限就不弄了，就这个就挺好的了。行，接粉呀。小刘肉都捅吗？嗯。我想也该接粉，咱妈那努力做点的复工玩意儿，这疫情正在往好的方面发展啊。吃饭喽！被红的中间，对。真过瘾。给他搁哪了？倒里边。倒了。哎，羊肉搁哪？都倒里边。一半一半。
不，别用火了。上班的演完了，我都留着了。我还没着呢。没饭啊？这人给你忘没拿过？我呢？小孩喝，小孩喝，小孩喝。我管喝。你说还喝？哎呀！水还给撅出来了，哪撅不出来？这话讲，火锅的精髓就在于捞捞，捞再捞捞。拜拜。这咱的最后一块了，没有了。啊，那我挂了吧。照着吧，那我吃一个吧。这个留言。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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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没啊，选不下来单词方不会，发音不同的像是。第一个发today， 第二个 dog， 第三个。第二个发第三个发 long， 对 long long， 啊对对。开玩笑，英语发音是我的强项。你扁了去吧。精修中式带皮小阳台，今天媳妇儿肥羊回娘家，老妈去了小姨家，老爸干活不在家，剩我一人笑哈哈。大寒节气啊，虽然这个氛围寒冷，但咱今天不能寒了咱的胃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嫂，今天咱们吃一顿好的。这个是咱的中式精品羊排，腌一下，有点孜然粉、辣椒粉、食盐、生抽、蚝油，太浓稠了。那个羊排已经差不多了，咱先搞点火，咱先烤一下，就是为了稍微把它紧一下油。这个羊排太肥了，你来啦，喵。当然也不能烤太久啊，要不然太干了。今天这一顿小吃一下，将近3斤的羊排，一会儿再配上那个主食，我刚泡的那个杂粮一蒸，今天这一顿顶呱呱。过来，喵，喵，喵，过来。咦、嗯？哎，这块差不多了，烤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再烤的话就老了，这玩意儿一会儿配饭刚刚好。今天的大寒的天气就是冷，现在这个还过了饭点儿，1点多了，搞点蒜备着，一会儿这边一滴，咱直接开吃。美食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，哎，
哎呀，这个香啊！哎呀，这忙活了两个多小时，不就是为了这一顿吗？超级无敌奢华版烤羊排饭，哇，真过瘾！这个上面是羊排，下面就是杂粮饭。之所以先烤一下，就是让它这个肥油收收汁，要不然太油的话，这个饭吃起来腻。像这样就刚刚好。先吃羊排，一会儿吃饭。我真的饿劲儿，太过瘾了。哎呀，这边吃着呢。媳妇儿小病初愈啊，恢复期，想下馆子喝羊肉汤，那不存在的。早上去市场买了一个5斤的羊腿，但自己给他做一顿，让他一顿吃过瘾。有人过来，躺一个勺在我纸来的。这是小羊蹄，五个小羊蹄。郭哥，你来会儿不要起火。你把清汤豆吃啊，是清汤吗？那牛肉汤也是这样的，粉条加豆皮儿。无限续烫。拍上呀。蒜苗、香菜都有了。看后边香菜削的可怜。
这缺肥，妈给浇浇院。哇哇哇哇！两个小时了，好了，豆皮儿、粉条、食叶、起锅，一把蒜苗，一把香菜。哇，起锅了，起锅了，哎，爽哎，嗯，哎，这大羊腿我的，他牙口不好，嗯，贵人，你里边有好肉。还行吧，两肉，两腿肉，像是新闻上马上都出弄了，这要是弄点辣椒油过瘾了，你的不愿意吃辣椒你再给你留一碗啊，肉给你吃，再给你一碗。你妈妈吃过来了，妈妈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昨天下午紧急赶出来的，羊排和羊腿，叉烧肉，还有这一盆鸡肉。最近天气不错，几个朋友想来我这个小院里面聚一下，比较倾向于烤羊腿，所以今天烤羊腿
地锅炖小鱼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嫂，今天咱们吃一顿好的。现在才9点钟，我可能准备的太早。先把这些可以弄的先弄了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东西都买回来了，今天这个点差不多了，先把这给烤上来。起活了，这还一块叉烧肉，我们这边有些人就喜欢吃甜的，必须都满足。哇，大蟹的漂亮呀！我的，你这很腥臭，有点苦。面呢？锅巴。锅巴。下。羊。哎，漂亮极了！来，坐下。一会儿就来。谁？那个造字儿啊，造谁啥造型？你不就你的造型吗？造谁是什么造型啊？就你那造型。这烤的咋烤的？烤的正烤着呢，你这没来之前就烤了，别烤了。烤牛肉。这几个人了，你吃一口。这厉害，这腾水能干上了。干了。叫腾水过来，能干上了。这么多还虾，还这多，你带这么多东西。冰箱掏空了，这虾咋搞？这个上里边啥了？这搁点上。150，搁管。带脚的好吃，不带脚的好吃。带脚的好吃。不带脚的好吃。带脚的好吃。一半带脚，一半不带脚。这哥们儿，我吃个3-4个、4-5个不成？怎么了？这不是猪肉里啊，是猪肉里，用石头烤的呢，就是这。河南式烤肠，我还买了北京红来了。哇，北京红的就是那种大公社卖的那种，这正儿八经的。不是哈尔滨红吗？哈尔滨红肠，人家一个穿两个是。北京红。哇，兄弟，你在哪里？在这边在这儿。我也给你打个招呼。没几天吧？几多了？我给你要钱。放到现在啊。行吗？他本身这个东西都是腌过的。地瓜鸡好了啊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地瓜鸡。注意的，我这危险啊！全员自助餐啊！这手机自己动手呗，自己吃自己动手。不管吃，饿了还好吃啊！啤酒，我觉得挺好吃。本身就是福利，一天。我的爸爸，我爸爸。爸爸，你吃，来吃这个了。来来来，哈，给我，我弄的太多了，我不吃。那饭人不挺好的吗？我给你拌好，做点吃。妈妈还说啥？你给人家那时候受气的小媳妇了。如果我感觉干了都没倒油，他我弄的啥的油来，这效果不好。就是想抱着人，就给他倒哥哥干。有倒。这油还可以了呀，把它烤干了。说的这样吧，这边还有，不让解放，洗头还可以。就你大声音吗？就这两口，就这餐桌都不行。明明流泪的时候，别忘了让你尽量去流泪。跑得太久了，嘎嘣脆，就你慢点，我来给你们弄。你也是渣渣，没有了，爸爸。哎呦，好哥哥，真出力！这好胖子，胖死了！你这真出力，感觉好吃些。你给我涨课，涨！好，你不吃了呀？傍晚4点多，结束了，剩这么多羊腿，还有这么多
果瓣。这关晚上关，吃烤箱里再烤一下子，挺肥。那得搁抖搁那热。好了，结束了，再见。没事，我靠！谁说呀？这车漂亮呀？还行吧，还有更漂亮的，我跟你讲。完完完，那个羊排。这一会儿开了你那车，还吃了你四十多块钱一斤羊排，哎，这有点过分呀，这。哎。算了，谁给谁。这几个咋吃？烤羊排呀。炖羊排不香吗？这。你是只会出个煎脑牛。我的创意又来了。哦。说啥？孩子晒太阳。乖乖的，不行，咱家太。大家伙儿，大嫂，这家伙又来了。上次说要烤，这次就给我来个羊排。殊不知这羊排炖的也挺香啊。烤羊排得有洋葱，俗称别名皮牙子。洗好的羊排也得拿几刀，然后撒点食盐、孜然粉，一袋。洋葱、食用油、香油，两面都抹匀，腌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羊排这个东西就这样烤，简单美味。烧烤可是好东西啊，很多人都喜欢，尤其是这个烤羊排，我也特别喜欢。做的简单，吃起来过瘾，特别省事儿。哎，我操！搞点水，这羊排一挂，钩子一放。简单明了，又得靠气机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吃？羊排刺身，是咋的啊？哎呦我操！再瞪我一瓢！我靠，不是，这玩意吃完了丢人我了，放了你家烤这玩意儿。哎，这我捞不多，捞多了吗？哇！好了，别唱了。咋样？我说的没错，烧烤简单又过瘾，一个半小时就这样了。哎呀，点劲儿，这肉汁儿。豆渣面，特意我这毛都洗过来了，特意买的。这算不多。骑行车，搞起来。我感觉妈还要打我。哎呦，饿的不咋了吧？你火啊？粮食一样大点啊。我靠！你淘气啊，你是？嗯。过瘾的，嗯，煮大餐吃爽，一人一个，需要哪个？我就这个，我这个。哎呀，这手套都费劲。哇，哇，好吃吗？哎呦我的锅巴呀，吃来涮，我看你吃真牛。哇，锅巴，厉害。那厉害！哎呀，起饱了，起饱了！一阵输出没人呼，一看站里，不行，脚力25。米，别，哎，
我来。这皮看起来过瘾啊！我靠，可以我一半吗？嗯哼，再见。呀，刘明，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上哪走上哪走吧，看看哪好。你人家想整两下。今天老妈提回来一大袋肉，打开一看是一袋羊排，说是亲戚给的，买多了吃不完。于是开始商量怎么处理，老婆倾向于烧烤，老妈再感觉红烧也不错。看着这么大一块羊排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这个是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吃上面的方法呢是清蒸，药膳清蒸，这不就妥了吗？开始准备材料，和图片上一样的枸杞还有大红枣一样来一点，而图片中的胡萝卜须我却不知道是啥，去趟超市吧。镇上的超市全部逛完也没有发现，于是到市里的超市了。你别说，羊肉挺便宜，早知道也囤点了。市里的超市卖的东西就是多，不过逛了一大圈也没发现，最后问店员才知道原来是这个东西。好了，食材买齐回家。没问题了，回到家先把大枣和枸杞快速淘洗一下，速度一定要快，因为枸杞掉色儿。图片中好像还有白芷，直接加两片，最后再拿料酒熨一下。虫草花呢，洗一半就可以了，这东西听说滋补，这样呢铺上去的食材就齐活了。然后我们再把羊排处理一下，清洗干净的羊排呢直接改成花刀，像这个样子就挺不错的了。然后呢开始腌，放一点姜末、洋葱，加点食盐、五香粉、胡椒粉，最后滋点料酒，再来点酥油。腌东西啊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抓匀，揉它个十分钟就差不多了。老妈好奇我的做法，过来问一下，知道是清蒸，把它给逗乐了。乐归乐，咱还得做，盘子要大号的，直接放羊排，然后铺药膳。你还别说，这样一整，看起来还挺是那么回事儿。老妈虽然嘴上不认可，但已经开始帮忙了。蒸羊排要两个小时，必须要低锅。老妈知道之后，第一时间生火加锅。你说东西都铺垫好了，那就蒸吧。没想到，大，那就换小的吧。老妈看到还是忍不住笑了，不过最终还是蒸上了。老妈说不能光吃羊肉吧，于是又下楼了。下去一看，果然开始倒腾她的面食。不得不说，老妈和面就是有一手，随便扒了两下，这面就成了。老一辈人做面讲究的就是个速度，三下五除二，这面坯子全做好了。老妈还说做面类的还没服过谁，就像这种擀面自动转，我还真不会。今天老妈做的腾薄饼啊，直接用电饼铛就行，还说以前用铁锅很麻烦的。说吧不禁感叹，科技真的与人方便。这边饼子还没摊完，那边就得到消息，小雨今天开工。看来今天这顿蒸羊排老妈是吃不上了，老妈干活去了，这羊排也好了。你也别说，蒸得挺带劲儿。最后呢咱们再做个酱，哎，那就起活了。弄一点水淀粉，加点甜面酱、番茄酱，最后来点孜然，因为孜然和羊肉最配嘛。最后上铁锅，这一熬，你看这小酱多滋润。最后再把大饼这么一铺，这不就是妥妥的一顿药膳蒸羊排吗？和图片上看的一模一样啊！你看看这大红枣，还有这虫草花，还有这软烂的羊排，脱骨直接。最好的莫过于老妈腾的饼，真的很炫乎，很香。羊排呢，直接中间分开吃一半就行，另一半给老妈和小肥羊。乖乖，不是我夸，你看这羊排，看这油脂，蘸一下独门的秘制酱料，哇，这颜色太诱人了。然后再用大饼子一掠，直接脱骨。觉得腻的可以加一片生菜，当然大蒜少不了。
以我的标准，一次两头，一口四瓣刚好。通常来说呢，第一口大点子是尝不到任何味儿的，只有在你第二口的时候啊，才能感觉到这个味道。饼子卷羊肉太赞了，感觉味道不够浓郁，可以再蘸一点酱。这一口下去，肉香、饼香、蒜香都齐活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媳妇儿看我吃已经按耐不住了，直接手持羊排卷大饼子夹生菜。与我不一样的是，她第一口就能尝到味道，这个感觉怎么说呢，点头 yes 摇头 no 吧。不过尝了第二口之后啊，最终还是对我竖起了大拇指。人是尝到味道了，猫也不能忘掉，狗也不能忘掉。看这小眼神，真不想给她吃呀，太难了。这边呢，媳妇儿还在大块朵颐，真的是太对她的胃口了。比起卷饼子、手撕羊排，她吃起来好像更快乐，每一口下去都有笑容。再来个蒜，太美了。吃肉这个东西啊，我感觉就是一定要大块朵颐，大口吃肉。当你的嘴里塞满肉的时候啊，你就不会想别的东西。往往美食带给我的快乐就在于此。比起细嚼慢咽，这吃得满嘴流油更是我所喜欢的。哟，这军训一下比我还嗨。好漂亮的羊排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嫂。昨晚下了一夜的雨，大降温，看今天我这外套都给穿上了。快开学了，今天过来给肥羊加个餐，正好天气也冷，吃个羊。两斤多的新鲜羊排劈开，再给它斩块。羊排真是该肥的地方肥，不该肥的地方也肥。再把那配菜弄一下，切活了。洋葱、羊排、肥呀。你说这个天气吃羊肉，无非就是羊汤。不对，我们今天呢拿羊肉做主食，刷饭。哦对了，还得先泡点米。哎，这边可以了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刚挑出羊排，你看它多肥，羊油啊太腻不能要。咱是煮饭，不能让它无从下口。重复上面的操作，加油。羊排，加水，加胡萝卜。食盐、鸡精、花椒，炖二十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铺到锅底，加下米。哇，真锐利呢！对呀、啊，你往下弄呗。呀，这么快就好了，翻车了吧？哎，挺好。这个味道好不好，摆盘也很重要。起火了，手抓羊排饭，哇，得劲的很呢。咱们拿筷子开饭，好，直接摇着吃吧。来个飞拍，就这个飞来，飞熊。你带个米，你这个飞的我吃了，飞里面瘦的还多，多小块。
我的肥真是大块儿。我好肥。这回不能吃吗？放哪我去。哇，肥才好吃。肥灵灵，要不来啥？那边小块的都瘦了，我肥的大块没切，不是没发。那他没晒吗？晒的出血了，眼镜还有印儿，眼镜印儿，他眼镜也拿掉了，你说嘛？晒，这几天天天没晒。